什么？家的树，哦，树叶是吧？对，树叶已经掉没了，这还有一点。然后比我们的暖和多了。我想吃猪肉心，来呀，我想吃帅帅。对韩国哪些东西比较有印象？乐天、海鲜、烤肉。我们要去釜山打僵尸。对，打丧尸。釜山行。对，韩国爆发那个僵尸病。如果说就是这几天晚上我们安排一次看就是韩国鬼片的话，你们都 OK 吗？不行了，不行了，不是第二天的问题，他说你不知道，帅帅最害怕了。那这样子吧，首先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所五个人一起投票，我们需不需要有这么一个就是夜晚式恐惧症？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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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同意的，我们就举手啊。那算了吧。三票，老师过半了，过半了，已经过半了。好，那你们如果说有这么一个购物时间的话，你们会买哪些东西？先买吃的，先买吃的。不，听我说，先买架飞机。第一是要买什么具体的东西？买鞋子，一定要实实在在的。第二个是给谁买？我要给我妈买。给我买的时候，给我买。我妈又没有孝心。老师全给我全家买。老师，我要给俊豪同学买一个美发剂。老师没钱怎么办？老师没钱怎么办？听我讲啊，到时候都会变成陈仓震动。到时候老师们会给你们发一个新年红包。哇、哦！这个新年红包就是给你们的购物时光做准备的。我第一次得到这个。好，现在就是大家都坐好啊。我们今天有一个小挑战，就是看我们在座的各位，就是自己由其中某一个人直镜，然后大家一起来拍一张，就是这样的自拍。个人自拍的拍摄，用于最原始的相机哦。对，最原始的，来你检查一下。太那么美颜了，这个我拍出来这么好看。我在前面拿着相机。哎，那你在这里，你在后面，你高一点，你高一点。我啥？老师是不是陈正常啊？哎，把手机收起来。找点角度。朱日新同学完成的时间有点长。作为一个专业的人，等一下，我要先调试一下。角度自拍。三，二，走。你绝对美颜了。没有。自带美颜了，这个光底到底是要你不把谁把？你干嘛？好了。野猪头，拿到镜头面前来看一下。啊，是美白了，不用说了，没有这个吧？这个肯定美白的。没有，没白过，我真的。我保证。我跳楼了。你躺着，往下躺一点。我呢？你躺后面去。躺着才行。茄子。好，来，大家先向镜头展示一下自己的自拍照。丑不丑？数学好，给我打了。全部下，真起来行不行 ？OK。少了一个人，第一张去把他。啊，少了个人。少了谁？苏。只有他的腿吗？只有他。只有他屁股。只有他的一只手。那过来，那给镜头看一下。数学好。太黑了我。人呢？亮光。老板，你说那你是最快的呢？哎呀，就这样，这样，帮我打一下。哎呀，讨厌，讨厌，
怎么？耶！假笑男孩。蚊子还挺好吃，蚊子还挺好，但是你，那我觉得吃起来啊，这小玩意儿，真这个的呀？对。哎，小玩意儿。我也吃了的，我也吃了的。好，现在朱志鑫正在挑战，是吗？我要一口闷，老师，一口闷一碗。我希望你能让。你第二天舌头不肿，我给你。二一，开始，开始。啊，这酸爽，才正宗啊！啊，哇！一会儿我们把厕所让给你啊。现在是那个1月23号晚上的，就是韩国时间已经是12点了，然后实际上北京时间差不多是11点钟左右。然后呢，今天是大家各位就是第一天晚上到达就是韩国这边，那么经过就是一天的劳累波折，大家先简单说一下今天的整体感受。那么大家说一下今天的，就是今天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课程，觉得上完就是整体的这么一个流程下有什么样的感受？还好，差不多，还好。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就是宿舍的话，住的方式呢，就是大家一起住，就是这样一个通铺的形式。大家之前有这样睡过吗？没有。那你们觉得这样睡就是有什么感受吗？不怕鬼了。要死一起死，就是通过大家今天的一致就是协商决定，那今晚上我们可以就是可能大概会有这么一个恐怖片之夜。好像之前有听说，像就是这里面最害怕恐怖片的第一位就是苏星豪。不是，这第一个不是你，是不是这里面是我，但是我们是十几个人，是张俊豪。对，张俊豪比我还。那你们五个人里面最害怕的是苏星豪，那排名第二的是谁呢？这个嘛，不是吗？我一点都不怕。我。啊，张吉和邓嘉欣。那所以说这里面只出现了两个大胆，一个是朱大胆，一个是张大胆。对，就是最后情节的高潮里面会出现一些稍微恐怖的画面。那么我们尽量不让朋友们看到那里，好吧？要么就不好玩。因为在座的就是害怕鬼的三位朋友，表情已经有一点。啥？有我在，出现了。不对，过去两个挤下去了，你想让我被鬼吃吗？我怂了。你不是很大胆吗？表决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否关灯来看这样一个片子。关灯。就基本上就是这样。这个。你看，都知道院长室这屋关门了，完了还进去。没事，他们有这么多人，不要去。你不是我去。电脑。还是我一脚踢开。电脑。电脑。是我的话，直接你被我一脚踢开。这个好吓人。这个比丧尸倒吓人了。请지금원장실에들어왔습니다。老师，要不我们明天去这个地方体验一下。不怕。방금전방문이저절로닫혔습니다。A few moments later. 马上来吧。啊！这哪
男的还没吹女的胆呢。我第一次看恐怖片能乐出来。然后呢，然后剩下的人就分成了几组，他们肯定是假的呀，啊，好，都是假的。哎，想好了，大家晚安。老师，你别去玩。老师，那叫什么？大家晚安。昆池岩。嗯，他都没抱着我。好奇怪，没抱着我。大家怎么抱着我的呢？啊！我要是你在最外面，你容易被他牵，被你先拖出去。所以说我要抱着你，赶紧把你们也拖出去。我抱着张吉，然后张吉一会儿你抱着朱志新，朱志新抱着帅帅，咱们五个一起。好热呀！我帮你抱进去。Day two。我觉得我要冲死了。我喝点水，等一下就能晕。啊，老师，要不要喝到水？我的胃已经占了80%了。啊，思密达。同意思密了。老师，我给我妈发信息了。老师，我要喝牛奶呀。我给我妈发信息。老师，你跟我妈一样的，我们天早上都要逼我喝水。不要叫我。现在是2019年2月啊，不，1月。24日的4:04，我们现在在吃参鸡汤，然后是我去韩国最期待的一顿饭，然后现在终于吃到了，嗯，还有韩国的泡菜，啊，这不行，我就拉上，这个人生就是一次，先看着大家吃的感受，真香，真香。我的来了，哥哥。朱星是今天觉得很饿吗？不然呢？6.5 hours later。大家好，我是今晚主持人苏新浩。现在是2019年1月24日晚上11:00。由于我们10点钟才下课，所以大家都有点累了，所以我们就举办了一个枕头大战的活动。至于在这次活动当中谁被揍的最惨呢？大家可能待会儿一看就知道了。我们的游戏规则呢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每个参赛人员都不能发出一点声音。我是胖揍人员。Hello， 大家好，我是被揍人员朱志新。我是放狠话人员张吉。我是胖揍人员邓嘉欣。我是 BGM， 我是 BGM 人员小宝张泽宇。倒计时3秒以后就不能发出声音了，3、2、1。好。
冷吗？带点形象。这根呢，煎饼果子真难一套。你说煎饼，我说好。粉丝吗？我没上过。Hello， 大家好，我是朱志新，然后今天是1月25号，现在我们在烤肉店。我先说完，他再说。哎，苏香浩，你来干嘛呀？我发明那个新式喝酸奶的喝奶的方法。来，亚新，来给大家打个招呼。Hello。Hello。哎呀，今天特别困啊，昨天晚上没睡好。昨天帅帅呀、啊，一直跟我抢被子，抢过去抢过来的。你说的好像是你没跟我抢被子一样，真的是。就是因为这家烤肉很好吃哦。晚上我们枕头大。你也把口罩取。对，就是打的有点。今天吃烤肉很开心。拜拜。试一下吗？不能，暂时保密。那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就是
出发前往去一个就是传统市场，那么我们先要就是给大家就是发一下钱，你们就是五个人里面可以选一个人来掌管这个就是资金吗？选猪猪的举手。你们可以自己花钱、哎、不是选苏仙的举手。不是就是谁想当的然后出来然后还进去。知道剪刀不输了就会哭。帅，这就是命。好，苏先生老来过来领一下，我们这一次会给到50000块钱的，就是韩币。Okay. 那么其实折合人民币的话是300块钱。我们就是需要剩余，就看。我们需要你返还的时候是剩余150到200块钱这个区间。老师，我们自己一块钱等于165.724韩元。走吧，我们整装待发。出发。啊！不要怕。所有人把手机交上来，不许看翻译器。来，来，建议是你们每一个人只学一句话。对，每个人就负责一句话就可以。要发票是谁？举手。我。用苏真出色哟。用苏真出色哟。谢谢你。康萨哈密达。好，那好，就这一句。直接说英文。Thank you very much。不可以用英文。请给我这个一个姿势哟，一个姿势哟，简不简单？可以简单，简单。走。你要问什么？妈妈。什么？嘎嘎一小泉。要问什么来着？要问什么来着？那我想要你爸爸了。他还没有告诉你价格呀。这不有，有二万也有，二万也有원래3만원인데25,000세일오케이听懂了吗？什么意思？一万五，不是一万五，是两个。两个一万五，两个25,000还是25,000？你真的要说两万五？就正确了。接下来要说什么？Thank you. Thank you. 감사합니다哎呀，小宝是什么？차이나는아니지차이나고리야小宝，哎呀，你又，给我嘛，你刚说了四，那你说呀，他人家没有听懂，因为打折了，所以没有小票。那就可惜了，差不多。那也说四岁呀，抢不是吗？你们还想要买其他的东西了吗？一个주세요，오랜데이거주세요바람에아까5,000원주세요누가가지고돈은5,000원你先把这2,000拿出来。아까내줬는데我买你5,000。要说什么 ？Thank you very much.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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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안녕히가세요还想要说什么？안녕히가세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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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아안녕창이나구나안녕감사합니다咱们这就花了180了，兄弟们，总共才300块钱，我现在只剩120了。咱们买了两箱橘子就100，再橘子就花了。谁要吃我就问，谁要吃这个。哎，老师给你们吃要不要？送你们了，老师送你们。哎，我两万六给你们，你要不要？2万6，我把这个给你，你把钱给我。哎，求求你了。Please, 看什么？英语？那点钱嘛 ！Please， 不要失败嘛 ！Please， 一万，不，两万，5,000，60总行了吧？我们只要5,000，拿这些拿5,000来换，我们就可以150就过关了。好了，就是我们刚刚算是我们所有人的挑战失败，我们所有一共花了180元买了2样水果，那么多出来的三十元的话，我们会就是按倍数在你们的新年红包里面相应的扣除。No， 我错了，不行。
其实你要，那你们觉得？靠你了，想个办法吧。我们就这样吧，老师，我们就这样。就是我们每个人掏六块钱，就是小宝，你把你的韩币给老师，然后呢，我们每个人掏六块钱，给你都给你。好好，可以。OK， 就这样。然后咱们这样就不是不足。对，这样你一言为定哈，一言为定，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咱们五个人拉钩，直接拉断了。可以可以啊，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好，别了。啊。好难做，不能吃，麻利，哇，好难喝，那你还吃？Day four。我等下可能会哭，我很高兴。哎，你东西是哪里的？我一转吧。
叫的，刚苏苏香在我旁边叫的，脸都发青了。哎，说好的一起叫，说好了不怕呢？啊？说好，我都转了个圈儿啊！我也转了个圈儿，我也转了个圈儿。打个招呼啊！我们被大家见面见。对。然后呢？然后呢？我说，我们今天去那个玩那个密室了。苏香可真笨，你们不知道。真的太笨手笨脚了，他在说他自己吧，他在说你吧，我说的第一个。Hello， 现在是2019年的1月26日的，对，1月26日的，我看一下，1:38，对，1:38，对，我们现在正在吃午饭，没有吃午饭，等着吃午饭，对，等着吃午饭。今天我们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事。是的。帅帅，你说一下呢？Hello， 大家好，现在是21世纪2019年的1月30日。哎呀！不行，展示一下，给我们看一下。确定吗？确定，看一下吗？这不是我设置的，这是张泽宇同志设置的。给我们看一下，看一下。这个打折，他这个打折。可以
买衣服吗？可以买哈。想买什么都可以自己决定。哎，这个也不错呀。老师想给我妈买支口红，可以吗？我要买个面膜。面膜，美白面膜，只要9000。还有防晒，防晒，防晒。很明智吧？反正黑了胖了。黑了胖了。Tomorrow. 那你在吗？再不来，哈，哒哒哒哒哒哒。有什么让你们觉得就是比较难忘的事儿吗？关于舞蹈课程的。视频的视频都拖了好久了，没开了。你还知道？视频拖了好久了，就遇到点急呀。所以视频啊，什么视频？现在是21世纪2019年的1月27日晚上11:32。对，11:32。我们刚刚洗完头。对，对，我们今天上的那个舞蹈课，有很多动作，就是有点像爵士的那种，比如说，就是这种动作。今天晚吃的可香了，今天晚上好香，是芝士鸡，他吃了一盘芝士鸡，啊，他我也吃了一盘，我没吐吧？你谁呀？我是张吉啊。谁呀？他姓朱，叫朱志吉。对，我叫朱志吉。这位叫张鑫，这位叫张泽帅，谁叫我呢？这个叫什么？苏鑫泽。对。哎，几点了？现在是晚上的11:34。对，我们这么晚了，我们也准备要睡觉了。对，拜拜。隔壁有人。拜拜。
tomorrow。是2019年的1月28日下午5点。Hello， 大家好，我是苏星浩，我是朱志新，我是张泽宇。现在我们正在釜山的著名精神病院昆池岩。저희호르탄주공포체험단은가까스로출입이금지된군지장정신병원창입에성공했습니다。俗话说，不作死就不会死，可我们偏要作死。哎呀，没办法。我们现在作死小队马上就要进入昆池岩精神病医院，我们现在正在等待，我们现在已经换好了一身的装备，准备进入昆池岩。好，我们要进去了。你打头吗？这个是你打的。哇，你们发生了什么？哦，我也来怕。我们要进去了。휴대폰은넣어주세요他不让拍哟。那他不让拍，那我们就到这了，拜拜。拜拜。One eternity later。天哪，好吓人！我们这里好吓人，我们一直抱着摄影小哥，我们抱着摄影小哥出来的，但是你们不让拍摄，我们就没有拍。嗯，对，可惜了了呀。真的是里面是全是真人，全是真人，一个个戴着面具出来吓我们。哎，你这样说就不是昆池岩了，你这样说。真鬼。真鬼。对，真鬼。哎。然后我们现在要揭开伪装的面纱了，就是这个玩意儿。所以我们现在在乐天游乐场。我现在在乐天游乐场。这个鬼屋。好，今天节目。但是这个鬼屋，我们看了一眼，它不是拍到一半吗？我们在那儿。哦，好。时间差不多了，好，拜拜。时间不早了，明天见，我们要睡觉了，拜拜。好奇想玩嘛，就这种的类似的。然后他说我身高没到1米5，然后体重什么没到70斤以上吧。然后说怕我就是抓不住那个会漏下去。然后我那次去游乐园，听到那个工作人员说那句话，我以后就不敢玩了，怕我漏下去。那等一下，其他的项目你会有挑战吗？只要没有倒回来的，差不多都可以。那等一下，我们去坐海盗船，可以吗？说一下现在的心情。我要坐到最中间。朱志新也很害怕吗？很怕呀。不怕是吧？朱志新你就装。那实际上你一点都不害怕是吗？坐过一次就好一点。再等一下，叫的最大声。可能叫，Eventually。海盗船之后的感想，非常的爽。怎么说呢？就那样说呗。后反劲儿，你知道吗？这是。我现在感觉腿还软。但是我感觉现在就感觉不吓人了。又再去一遍。听说那个就是哭了是吧？没有没有没有，没哭没有。对，就是零。我帮你们擦个。你们要挑战吗？我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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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天了呀，老师。嗯。做。应该哪天做？嗯。
时间也过得非常快。回去之后呢，就是那个大家就放假，就是准备过春节了。然后这几天来，回家要忙考级的事儿。考什么级啊？钢琴，我还写作业，作业很多。作业没有做的，回家就要赶紧做了。我们作业都是一本，都是一本文书，一本一本的，还有一套卷子。老师都是偶尔布置。然后我们那个就是回去之后，大家就是三十号回去，然后大家就我们就是韩国的这五个朋友就自己回家过春节，然后呢再见面就是年后了。好，今天呢我们就是最后这一块，我们就给大家发最后一轮红包。谢谢，新年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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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감사합니다，来，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好。好，大家呢就去把那个就是自己的衣服什么的都就是收拾收拾，然后咱们就准备出发，好吧？ Okay. 哎，好。是买给我？买给我爸。买给爸爸的是吗？嘉欣，你要买什么呢？我也想买。这多少钱呀？8900。嗯，同意。可以去我们两个一起买。打折。就这样买什么东西吗？我买这个。这个、不是给我买的，给谁买的呢？是给我哥哥的女儿。哦，可以给我们看一下吗？这个，给我们看一下。哦，给妈妈买的什么？一盒面霜。嗯，这个。哦，是给妈妈挑的是吗？对 对, 对。OK， 好的好的。补水的，这个我给我妈买了一个 WHOO， 这个。这个面霜，哦，面霜是吧？对。Hello， 大
家好，我是帅帅。Hello， 大家好，我是帅帅的爸爸猪猪。Hello， 大家好，我是猪猪的爸爸小宝。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宝的爸爸邓家兴。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家兴的爸爸张吉。我们是不带同堂，对，不带同堂。他今年12，他今年68，我今年99，他今年104，他今年152。我开始250了，过年了，哎呀，过年了，我们心情是最好的。我们的韩国行只剩一顿晚餐的时间了，对，只剩最后一餐了，所以我们打算今天好好的庆祝庆祝，晚上玩个通宵，为了对通宵，你要通宵，嗯。你明天不想回家了吗？在飞机上蹦迪，在飞机上面蹦迪，飞机上面睡觉啊！我祝你们在新的一年里全都长60斤。我祝你们在新的一年里全部喝水。我祝你们在新的一年里越来越有钱，变成土豪富。那你我服务员祝张吉，你在新的一年里减掉了一点肥。对头。朱志新，那你呢？你为什么那样说我？你看你那个肉，把他减的肥放到这里。那你看你嘛，你。100多斤，你也100多斤，我才80几，真的吗？我才70几，他们暴露了自己的体重，而且我没有100多，我才100，哇，120，我呸！你们成功的暴露了自己的体重，那今天就到这儿吧，拜拜，我们要吃了，拜拜，我们吃了。好，今天是最后一天，那个大家一起聚餐，要不大家就把果汁倒到杯子里面，大家一起碰一个杯呀，来吧。等一下，那把杯都拿来。我这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更能一切顺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放2斤每餐，看见自己健康，5斤每餐，健康的画面中就是十全十美，百事可乐，前程似锦，万事如意，万岁万岁万万岁。好了，你再把我们的词说完了。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快乐，真快乐！啊，这个酒精真的。